Hello， 大家好，我是 Esther。今天呢，要跟大家讨论的是脸部平整度。我发现很多人呢，虽然追求脸部是有那种平整感，可是真的很容易把自己画成垫板，就真的很平。所以呢，今天呢，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是正确脸部平整度的一个方向，以及详细的步骤，我都会画给大家看。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那首先呢，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脸部平整度。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外轮廓，它的线条要清晰而且流畅。那清晰的意思就是我们常常会说哦，你的这个下颚线比我的人生道路还要清晰，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这个外轮廓的地方的线条要很明确。那流畅的意思就是呢，外轮廓的线条呢，它在转折这个弧度的地方，它是一个柔和的过渡，而不是很明确的一个棱角感。如果有棱角感的话，就会看起来没有那么的流畅。或是有一些人他的这个颧弓下面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凹陷，所以他这边凹这边凸，然后这边又凹陷进去的时候，他的外轮廓就会显得没有那么流畅。那这个时候就可以透过化妆去改善，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点。在第二个点呢，就是讲到内轮廓的部分。内轮廓是由面形成的，一个面、两个面、三个面、四个面，很多面。那像这样子不同的，不管是哪个部位，只要在脸里面的这个面呢，它只要有奇怪的凸起或是多余的凹陷，就会是不平整的样子。所以这个就叫做脸部平整啦。那我前面讲到有很多人就是会对于脸部平整度有迷思的点呢，是在于什么地方？就是现在请大家看一下我的脸，我两边呢是用不一样的方式去化妆，然后打造出不同的一个脸部平整感。你看，尤其是我笑起来的时候会更明显。我不知道大家会比较喜欢哪一边，你先留言跟我讲你比较喜欢哪一边好了，我好奇，我想要做一个试调。你看你比较喜欢哪一边？两边是不一样的风格哦。好，那我就不说哪边比较好看哪边比较不好看，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个人喜好的问题。但是所谓的脸部平整，确实大家都有一点迷思的点，就是像我左边这一边呢，你有看到我的打量是从眼下然后一直延伸到鼻翼到嘴角这边全部整排都是亮的吗？然后它确实看起来超级平整，只要是接近鼻子的地方呢，这个内轮廓全部都是平面的。另外一边呢，你可以看到我这边是眼眶这边是凹的，所以这边是凹，这边是凸，这边是凹，这边是正常过渡下来，所以可以看到苹果肌是比较凸起来的。这个呢，它也是看起来很平整啊，它没有不平整啊，可是它有高低之分，所以呢会让脸更有一个肉的感觉，肉感。所以这两边呢其实都有达到脸部平整的标准，可是它的风格就会差异很大。那所谓迷思就是有很多人一直觉得哦，我脸部平整就是应该从眼下就开始平整了，那其实也没有错，只是说呢它会看起来很成熟，大家有发现吗？你看我现在这下面这个地方是亮的，然后这边下面眼眶的地方是暗的，那这两边是不是这边看起来比较年轻的感觉？所以说实在话就是比较年轻的感觉，而且比较自然，就是因为其实像这样子在眼下的这个体量呢，它是有点违反我们人体工学的。好，所以为什么这一侧会看起来比较自然呢？就是因为眼眶骨这个地方，它本来就是有看过骷髅吧，它本来就是凹的，它就是应该凹进去，所以这一块这一个大圈圈有没有，它本来就应该是凹陷的感觉。然后到这边颧骨还有笑肌的地方，因为这边有肌肉组织，然后又有一些脂肪的关系，所以这个点它会特别高，那就会形成这边低这边高，然后下面这个法令纹的地方它又会往下的延伸，然后变得比较陷进去，这个才叫做自然，这是人体工学自然的样子才会是这样。所以这边的话呢，确实是相当平整，可是就会看起来比较像垫板，因为一整面都太平了。而这边呢是自然的高低低高低，这样子才是一个自然的脸部的一个线条感，所以这样大家可以理解了吧。现在呢我就把这一半边脸的妆都卸掉，然后要把它画成这边的这个效果。首先呢我们要处理的第一个脸部平整的位置呢，就会是眼下这里，眼眶骨子这个地方它虽然是凹进去的，可是它不能有泪沟啊，有泪沟的话就等于是这个面跟这个面的衔接会非常的有棱角感，转折感太大会不顺，所以呢它应该是要像这样子，这边虽然低这边虽然高，但是它是一个流畅的一个面的过渡。好，所以我们现在要先开始遮黑眼圈以及泪沟。那我用到的是这个彩棠的，就是先这样子把它填满，然后注意就是不要填到高的位置，就是在低的位置上色就好了。顺便讲一下，我觉得这个很好用，彩棠这个遮瑕膏我之前也有分享过，你看就是
很平面，而且很服帖这样子。我觉得皮肤很干的人也可以用，可是我在网上也有看到有些人觉得它太干。其实我眼下很干很干，我反而觉得蛮刚好的啊，并没有到很干啊，而且它也没有假润，所以我觉得它服帖度是很好的。好，所以像眼角这个位置啊，这里其实应该也要凹，但是它不能过凹，过凹就会看起来不顺。像我就是颧弓很凸，然后这个位置眼眶骨很低，所以为了让这个过渡更自然的话，我也会在眼眶骨的这个内轮廓的地方稍微一点点微微的提亮，就是不要提亮到跟前面这么亮，就是薄薄的微微的提亮，这样就好了。就是重点在于这个线条从低到高的这个坡度呢，要让它柔顺，这样也会显得你的这个颧弓这个位置不会过凸。好，既然这样子是遮完的一个状态，是不是脸就看起来比较平了？有没有？可是呢，这个时候笑肌高点还是没有做出来，所以这个是等一下要处理的。法令纹的位置呢，也是一并的给它遮瑕，然后顺便微微的提亮。然后提亮的话呢，就是通常会是这里有一条线，然后这边呢它会比较凹陷进去，这个面会比较凹陷进去，所以变得这边有，如果太暗是嘴巴凸的人，其实你可以从这条线以下的这个三角处呢也是做一个提亮。那最亮的是这条线，然后到靠近嘴巴的位置会慢慢的变淡，所以就等于是亮到亮的这个地方呢，它的这个落差就变小了，也会变得这个转折处的过渡会比较自然，不会落差太大。然后像有一些人就是羊婆婆嘴，有没有？这个位置会显得没有肉感，所以这个位置嘴角的这个小三角跟这个下颚下巴的地方跟下颚处这个地方是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提亮，然后一样就是用遮瑕稍微提亮就好，而且你的那个遮瑕不需要用到比肤色白太多的，就比你肤色白一度其实就够了，就是微微的提亮，因为这个东西它是要自然的过渡，而不是让它过度亮，因为如果过度亮反而就会像电板。有没有看到我现在上完遮瑕之后就是稍微做一个简单的提亮，是不是整个脸就是流畅很多？只是呢现在变平了之外，我的高点还没做出来，所以接下来呢下一步上底妆。但是上底妆的话，我也有一个小 paper 要跟大家分享，脸也是跟脸部立体度有关的。就是呢上底妆的话呢，靠近脸部中央的这个 T 字的位置呢，上的粉量要最多，因为你要让这个位置它是蓬的，侧面这个位置粉量可以少一点，所以这边皮肤的肤色会比较相对暗沉一点。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这样子中间才会是凸起来，然后侧面它会自然的陷进去，就是即便你不做任何修容腮红去修饰脸型，它都会让你正面是凸的，侧面是凹的，这样子你的妆感会更自然，就不需要画太多层修容腮红打亮了，这样有懂吗？用自然的肤色去让脸部有一个立体感。好，现在我这样上完之后，有没有看到我正面这里的皮肤非常干净无瑕，所以它自然的就会往前这样子冲出去。然后侧面的话呢，这边就是比较保有原生肤色的一个暗沉感，所以这样子过渡过来，你看我侧面是不是就有一个小小很像阴影的感觉，就是要这个效果，这样就不用画修容了。接下来呢就是要再强化就是眼周的这个平整感。那我所谓的平整感呢，就是要让它平，但是它不能凸，眼下这个位置让它稍微提亮一点点，然后一样是用比肤色稍微亮一度到两度。最近推荐大家去买这个，我发现这个啊，它好像是那种就是在考美容丙级美容乙级会用到的一个非常传统的品牌。然后它这一颗呢，其实就是修容用的，上面是写说可以眼下提亮。我跟你讲，真的是效果超级好的，就是它这样按下去之后啊，我这块整个平掉，而且它确实是有一点点提亮的效果。而且重点是什么？我跟你说，我没有团购，我很想开团，但是我觉得它那个品牌这么古老，不知道能不能跟上这个时代潮流，就是来开团。好，总而言之就是上完之后，你看眼下就是整个变得比较平面了，可是呢它完全不会有一咪咪微微的粉感都没有，超级好用的。而且它可以柔焦细纹，也可以柔焦毛孔。柔焦毛孔很常见吧，因为你只要把它打雾就可以柔焦，可是细纹很难柔焦。可是你看它用完之后，在我眼下是没有任何的粉感的，细纹的粉感一点点都没有，这种粉质雾面的粉质竟然不会显细纹的，太浮夸了。而且它的这个颜色呢，刚好就是亚洲人的肤色，然后再白一点，它打在我们这种黄皮肤的这个皮肤上面的时候，它确实是有一个超级自然的提亮感。但如果你是白纸型的，就是你脸真的跟白纸一样白的那种人，你用这颗你就会
无感了。好，先跟大家讲一下哈。那我是白皙肌，用这个非常有感觉，推荐大家。再补充一个，就是它还有粉红色，所以如果你是冷色肌的人，你可以去买它的粉红色，效果也会很好，然后不会像膨胀色腮红一样会有那种粉红很明显的粉红感，是真的是相对自然的，超好用，推荐大家。好，我这样打完之后呢，你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我这个里面的轮廓已经变得非常非常平整了。但如果还是有一点点像这种不同角度下会看到一点点的泪沟，这就再做一个细微的加强。因为当你的大面积都是平的时候，你反而更可以找到那个凹陷的地方，然后把它去打亮。然后你在打亮的时候就不会不小心把一些不该亮的地方一起打亮，因为你的凹陷会变得非常明显，然后你可以立刻去知道要画哪里才是最适合的。然后刚刚那些都是很近的看，那你现在再远看一下，看一下你的大面积的脸上面有没有一些凹陷处是需要提亮的。像我这边的话，我这个位置还是有一点点小凹陷，所以我一样就是拿着这个泪沟神器在这边打圈，把它做一个加强的提亮。然后像有一些人呢、啊，他有猫咪纹，就是这边有一个纹路，像我也有，但是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就比较浅。或者是有些人会在笑肌的地方，就是岔到更中间的地方，你有那个凹陷猫咪纹路，你也可以用泪沟神器在这个位置转转转，然后记得是要先笑起来，然后看到纹路再转转转哦，因为你放下来你根本看不到纹路，而且通常猫咪纹都是笑起来的时候才会有，所以要在笑的时候才能找到精确的位置，整个脸就超级平整。平归平，但就真的太平，有没有看到眼下有一点太亮？所以呢，这个时候通常呢，因为我都会画下眼影，做一个颜色的过渡，让我的眼下不会有那么夸张的亮感。你也可以用腮红去做这件事情，就是让眼下这里的凹陷感稍微明显一点点，这样子的脸部结构才是对的。那为什么我今天的泪沟遮不掉啊？发生什么事啊？好，我处理好了，你看现在就没有那个凹痕的感觉。知道为什么刚才会有这个很像泪沟遮不掉的感觉，就是因为这边太亮了，所以这边本来就是低点，那我不管怎么打亮的话，它都会还是会有一点点凹凹的感觉，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是要把这边擦暗，然后这边擦亮，这样子颜色就会看起来有没有变得比较平。然后再来呢，就是要强化笑肌这个凸出来砰砰的感觉。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拿出有光泽的打亮。那我这次用的是 About Tone 的这个打亮，然后拿取一个比较松的刷子，轻轻沾取一点点就好了，然后画在这个位置，黑眼球的外缘处，鼻子的上方，不要这么低哦，不要画到这么低哦，因为通常笑起来是高点在亮，黑眼球外侧，然后鼻翼上一点点这个位置，就打在这个位置就好了，不要画出去。你现在看得到没有任何东西，我知道，但是当我笑起来，有没有这里就整个蓬起来了，然后很明显的就是这边低，这边高，这边再凹进去，所以就整个很有肉感，这样大家有理解了吗？所以这里呢是利用光的折射去增加那个砰的效果。那不能打到两侧的原因是因为两侧本来就应该凹进去，它有那个光泽在的话会显得脸很像肉包，会过肿，所以应该就是要让这个光点停留在它最高的点，而不是让它延伸出去，所以打亮只能打这个点而已。好，现在这样画完了，两边都很像肉嘟嘟的感觉，就是感觉脂肪很多，所以谁还需要去什么填充什么脸啊？不用啊，会化妆就好啦。好，我现在来重点整理一些概念。首先呢，如果你要让脸部平整，你要先让你脸上所有的色素瑕疵遮盖干净。遮盖干不干净，就是在你上粉底之后呢，就可以立刻看出来。只要你上完粉底还发现脸上有那种黑黑、青青、紫紫、红红、绿绿的颜色，就代表你遮得不干净，所以你要再上一次遮瑕，让它色素完全消失，才可以开始处理脸部平整的部分。那脸部平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呢，不要在凸的位置打阴影，因为你打阴影就会看起来妆感很重，而且效果也不好。所以重点应该是在于你要把凹的地方打蓬、打亮、提亮，增加光点，那这样呢，你的妆感就会自然，而且呢，你在不同的角度下面都不会看到奇奇怪怪的一些色块，这才是秘诀。然后呢，要先处理你大面积的一个平整度，然后再去做一个强调性的光点。所以呢，你就是脸部，如果你想要有这种笑肌感的话，
那你一定是大面积的平整，先让它整个有没有平度增加了，然后你再去在最高的地方呢去打上光点，那这样才会一个自然的效果，而不是整面都是超亮超平，你就会变电板。好，那这样大家可以理解了吗？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支影片，请帮我点个 like， 以及在下面留言跟我说你喜不喜欢，或者是你有什么样子的感想，或是还有一些问题的话呢，都可以在下面跟我说，我再回答你们。那新品好像今天没有想要去看一些彩妆品的试用体验测试，还有新品开箱，都可以去我的 IG， 那里有最新最快的资讯。那我们现在拜拜。